好吧，难得开直播。他这个就是早上，我要看一下环境。这边综合汤，有鱼皮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什么玩意？就随便手工捏的。大都鱼皮。传说中的沙发。好。多少钱？总共三个是150，五个是160。店不大，我要负责吃。